感谢上帝，我这次很荣幸的能参加魅力中国中美文化艺术节，我非常高兴。我是一个马背的画家，专门画蒙古族、哈萨克族、新疆的、内蒙的、青海的这个各个民族马背民族。我的题材就是以马背民族为主，我还喜欢拉马头琴啊。我是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一个乐器，它是结合长调、呼麦，拉起来就是非常好听的一个乐器。我这次呢，很荣幸的进美国来把我的作品带过来。但是我也在之前呢，经常参加这个美国的大赛。我在美国大赛上已经入选三次，其中有一次我拿到全美第五名，这就是我非常高兴的。这次我很高兴的把我的作品带来，呈现给大家，献给美国人民。